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大盘的行情呢，跟老师预告的一样，这个行情是汤包 combo， 果然一直在震荡的当中，而且今天呢还一样，真的是开低走高哦。台北股市大盘不，可是呢还有一个个股的部分呢，老师跟大家一直预告到的长荣还有阳明，每天都在涨啦，很羡慕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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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一直每天都在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要看这几个行业类股就好了呢，其他类股不要看了吗？那昨天讲到的 AIPC 概念股这些部分哈，昨天很夯嘛，喷出嘛哈，大家说什么复活啦，满血复活，对，没错，今天下跌呢，对，好，今天下跌怎么看？明天还要再进吗？赶快请教我们专家，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其实这次哈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，这一次真的航运类股真的有点可惜，就我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点可惜，因为我又回到一个原点哦，就是他妈的被该死的 OTC 指数害的。因为它破了嘛，所以大家会紧张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，一般人没有感觉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是老师的粉丝才会知道，就好像昨天晶晶所推出的那个举落男变猛男的节目，昨天晚上九点半的节目啊，一起聊健康。对，一起聊健康，在讲有关阳痿的事情啊。你今天会变成阳痿是不知不觉的，你同意是吧？对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跟心血管有关。OK 啊，因为我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看。那里面他有提到一些运动，因为我贴在 Telegram 里面，是要做什么运动啊？让他变成猛男。我忘记了，因为是男生。专心一点好不好？专心一点好不好？所以说下次哦，男生要看好不好？一起聊健康。昨天有上来，没有。好了，不然就到许晶晶的粉丝页去搜寻也可以了。对，那个点阅率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哈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还不错。那基本上哈，没有，我还想重点是，就是真的是 OTC 指数，它是我心头的一块肉，可能都变蔡总统了。你他妈的，你没事，你干嘛跌破多方的一水防守价？所以说，我的买进的 behavior 我就会控制住，对，控一下。不然如果说呢，用当时我在操作广达赚800万。跌，或是6789的台积电概念股250万，可是问题这一波我都没有，我这个人很简单啊，我都很诚实去跟你交代每一切，好，不管包括长荣，不管包括阳明，我只各买一次而已，各买一次，是，然后呢，2353的宏基我买了两次，好，两次，然后昨天呢不小心捡到枪，买到238的广达，好，哇，没有，我等下跟大家报告逻辑，没有，因为我希望呢，投资朋友你要把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啊，你们今天到底你们要什么样的节目？你们过去呢，一年365天，10年3650天，永远在寻找那一种给答案的节目，告诉你标股，告诉你标股，告诉你标股。我请问各位，有标吗？你现在如果给答案的节目真的能够看，天底下不会有穷人了。你要去了解一个投顾老师他的业水思维跟他的业水逻辑。好，来，我举个例子哦。这今天早上哦，不知道所有人不约而同都在传这封讯息了。10月20号，美指涨多拉回，然后一大堆理由，市场过度乐观啊，那我在上面呢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族群嘛，那个法人族群嘛，我只上面写个干话。好，干话，因为它是券商发的，我们不会去跟券商敌对的。当然，我是觉得说，发这种东西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哦，美国股市因为耶诞节，所以说大家开始采取获利了结。No， 可是问题呢，你只要上过我的课，你马上有一个直觉，干，今天早上起床，费半指数惯性改变，它从11月1号台北股市16000点一路以来，第一次跌破多方的价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这个观念。第二件事情 ，NVIDIA 也跌破多方的业水防守价，有意思了哈。好，那来许晶晶问你哦，那 NVIDIA 跌破多少价？那为什么广达会开低走高？我想问你，对，好，我等下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等下会把逻辑铺陈的很清楚。好，你所看到的是这一则的一个所谓新闻，他告诉你说，哦，外资今天的空单已经到不知道，但是白痴哦，台积电 ADR 跌3%多，你认为外资会站在买方吗？当然不会啊。对，可是问题呢，我们是实战，我们是来赚钱的。来，直接看空讯，看空讯，来9:15，这个打叉叉，这没成交。好，没成交，这样子又很轻松100点了，按头哎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为什么今天开机走高？因为昨天我跟大家预告 combo 是昨天收最高哦，反正每次啊，只要台北股市收最高，就有很多老师跟你讲说18000、19000、20000，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来到这一个所谓的节骨眼，你要有更多的一个所谓专业。
你千万 no， 我问你哦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跟你讲过中秋节变盘吗？我在节目当中有跟你讲说外资放假吗？那些东西对你的业所谓操作一点放屁的鸟用都没有。来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就像有很多人呢很喜欢看法人的一个所谓筹码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2609的阳明，我就用这张股票为例哦，阳明是投信站在卖方，每天几万张在卖，可是外资是每天几万张在买，那到底是要相信本土还是相信外资？尤其呢，再讲个笑话好了，你知道呢，法人每天对坐第一名就是1605华兴。外资大卖，投信大卖，那你干嘛去管这东西啦？主阳对坐哈，对，你管这东西没有？两个人在打仗，你看不懂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做。对啊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做，看不懂不要看了。对，可是问题呢？你说呢？他妈的，我到底要挺外国人还是挺台湾人？我是觉得啦，你挺你自己的专业好不好？挺我们自己，挺你的专业好不好？对对。那我是认为啦，反正进入了这一个阶段，我是会有比较小心的必要。好，我现在讲细一点哦，我们先讲明天好了。因为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，我个人在猜啦，费半指数因为昨天跌破多方防守价，今天而言的话呢，它应该会冲一下，它应该会冲一下，它应该冲一下，可是千万不要冲太高啊，因为冲太高如果导致明天没有，我都讲结论了，按赞哦，导致明天早上跳空的ESI开高，我跟你讲哦，重灾区会是 AIPC。Okay, 我讲得很慢哦，我现在没在结巴哦，我现在没在开结巴，没有，你要这种预测的一个能力跟模式，因为只有也有只有这样的预测能力模式，拍谁啦？趋势盘，我帮你赚到哈，这我就跳快一点，一万多点，这一万多点超他妈的简单。可是当他开始进入了一个水盘整盘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你只要秉持利用急杀的一个水买进，甚至当 OTC 指数在12月5号跌破多方防守价的那一天开始，我请问各位啊，电子股是躺一片。到现在全部躺一片，真的，他所有的钱全部集中在什么大资的股票，包括长荣、阳明、AIPC 的股票，其他股票全部给你躺，哎，好残忍哦！就像我随便举例一档股票啦，那天有一个我的法人朋友问我，好，我今天会回头去看，哎，怎么跌那么多？哎，这档股票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327的原像。我说我没有买，没有买，对，我没有买，我没有买，我跟你下位，对，就你看原像那部鸟图，那我问你哦。是原像本身问题吗？327现在金在查，不是原像本身的问题啦，原像基本面好吗？当然好啊，可是问题重点现在是 OTC 指数的问题啦。对，你听听有没有回到原点？我想讲这个点。是，你看我节目看一天就好了啦。啊，看我节目看一天，那其他节目其他时间呢，你就多学嘛，你把我客人带回去嘛。因为你连多空的一个所谓防守价，12月5号让它跌破的一个所谓多方防守价，12月6号我跟你讲买进2376计价我赚了一倍。那是不一样的观念，不一样的 concept， OK。然后呢，12月1号到18号呢，我们赚了388点，算是最少。然后做头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在买进，来，开始要稍微慢一点哦。我跟你最大的差别开始了。它每一段的一个所谓行情，主力做手操作的一个所谓 SOP 都不一样。从11月1号，当时16000点的时候，16005点，16053点，我们做多，一直到呢12月15号，台指期货结算17150点，我们再卖17150点啊，我这样赚了10000多点。就从此之后，为什么我们是采取急杀买进、急涨卖出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从11月1号到12月15号台指期货结算的那一段之间，中间卡着12月5号。但我现在好像感觉好像算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卜卦的，别人讲是，因为都事先预告都成真啊，对，成真啊，成真，啊，就是因为卡个12月5号 OTC 指数跌，老师哦，这几乎跟 OTC 有没有关系？你就是因为认为跟 OTC 没有关系，怪不得你现在在看我节目，你说了会没有讲真的啊？我做股票跟 OTC 有关系，我做期货跟 OTC 有关系 ，OTC 啊，政府发明 OTC 指数，然后发明好玩的哦。那问题为什么？那如果我美国发明道琼指数，我干嘛发明跟纳斯达克指数？你全部都要看啊，你全部都要会算。我不是要求大家你每天一定全部都要会算，这样子在上个礼拜五我赚10点的时候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跟你讲说我只赚10点我就落跑，结果没想到上个礼拜五我们穿短袖，结果现在晶晶得了什么？感冒。Shit， 没有啦，我只是刚好喉咙痒，一直在咳而已。来，另外这样，给你惊掉。另外需要我来这，我来这哈，我来这有强壮的。你因为昨天看了我节目之后就开始要没有节目我还没看，没有，因为真的很忙，真的很忙的。Okay, 哎，这个礼拜有点看。好，那当然连接部分我贴在台北滚，我已经帮你贴在台北滚了。所以说你们要想尽办法学嘛。我上个礼拜我也赚了608点。好，来进入这个礼拜哦。为什么你要懂得计算多空的一水防守价？再一遍哦，
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跟大家预告收盘它是小于 AC 债券哦。可是 good for bull， 其实每一段的行情，我问你哦，我举例啊，我举例一档股票好了，哎，我从100块涨到120块哦，我讲今天哦，结果收盘变80块，是不是多头主义套？当然是啊。那这个逻辑跟观念有多么样的重要？再看一遍哦。上个礼拜五收盘是小于关价，算小于 AC，可是多头主力它是套，说 good for bull，所以说礼拜一呢，我们利用急杀我们买进，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缴出非常亮丽的夜市成绩单。那礼拜二的时候，我只赚了20点，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很去跟大家报告，跟大家描述，因为来自于大盘的主力心态。只有礼拜三我是放空，放空，哎，礼拜三放空，礼拜三放空，因为我已经受不了 OTC 指数已经连续2天跌破多方防守价。只有礼拜三呢，我是放空，礼拜是放空的，好，不管了。然后呢，之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当天外资在礼拜二的时候空了4175口，结果呢，昨天因为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，好，它多，所以说我跟大家报告我是做多，可是我是觉得有时候运气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仅仅看清楚哦，我们买在594，可是9:25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649还有670到680分批出。昨天是拉尾盘收最高哎，对，收最高哎，啊，没办法，没有，我在9:25我就发过去了。是，昨天拉尾盘收最高哎，可是我卖掉了，所以我避开了今天台北股市出现往下的一个水跳水。好，那么昨天呢，跟大家预告汤博嘛，这是昨天嘛，好，那所以说呢，来再变哦。基本上没有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为了避免成为举弱男，没有啦，因为你知道造成举弱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没有充血。没有充血，它牵涉到几个原因。第一个过胖。是。第二个心情压力，对压力，心情压力也算了，压力也算了，赚不到钱就会有压力嘛，心情就会不准嘛，对心情。好，那第三个可能是来自药物，看我靠，还靠药。药物你下次邀请我就不要找医生了，真的、哦、我通告费比较低一点啦、啊。来自于药物嘛，那药物的部分的话呢，因为没有那片我真的没看哦，我在想说到底安眠药，因为台湾吃安眠药的人真的很多，蛮多的，对，不要讲台湾啦，全亚洲啦，全亚洲啦，因为亚洲人，我觉得讲台北亚洲人真的很辛苦啦。就像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，你知道在美国美国一个卡车司机一年年薪多少？不知道，都破百的，哇，都破百，破百哦，保证破百，保证没有破百没要开，没有，而且更好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进去，假设我今天去录取卡车司机，是我第一年我就有42天不含六日的假，哇，就是不含六日哦，等于例休假就有不特休假就有40天，好，就算一个月就有30天，哇，亚洲人有吗？没有啊，第一年才3天，亚洲人你要领到破百万的薪水，那要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就像呢，我儿子啊，现在在科技业上班嘛，科技上班大学刚毕业，然后薪水42000，42000我这样算一算说，42000乘以12，再加上年终也没多少钱啊。他刚毕业有42000算高了耶，刚毕业很多人都是28000、31000、32000而已耶。没有，这是执政当局要想尽办法去处理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因为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原因就在于说，没有啦，到底有没有一个总统能让企业留在台湾？妈的，干所有的企业全部都跑到来，他的理由就是说台湾太小啊。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来西进嘛，所以大家去大陆。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南向，南向对啊，干妈所有厂商都到国外去。那我请问各位啊，台湾的毕业生 S 大于 D， 知道吗？供给大于需求啊，废话，那么西进怎么起来啦？就像昨天他们在辩论吗？没有，我都不看这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都送出去当台劳。我觉得三个谁当选都一样的，都一样，重点是把经济搞好，对不对？没有管你的啦，还 sorry 都一样，他们就是平平安安，然后混过4年，如果说形象还不错，再当4年。台湾干嘛？台湾从以前总统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哪个不是这样子？4年平安，然后如果形象还不错，再当4年啊？谁会碰经济这一块啦？根本没办法碰，好不好？那你说缺血、缺水、缺电、缺土地，干那是你执政党该做的事情你怎么问我啦？你说我啊，所以说你不行就换人做嘛。你不要跟我讲说缺电啊，他妈盖核能，那是你执政党问题，不然我看不清你执政干什么啦？
所以说投票不要问我，我觉得都没机会的、啊。所以你不会去投？没有没有，不能讲，没有，我只能讲，只能选我了，只能选我。没有没有，真的，你又不出来选。如果让我随便，我就把他们全部打枪，好不好？啊靠，你们当我执政党嘛？啊，你跟我讲缺钱缺电，啊说需要去印度、马来西亚什么越南，那我请你去，我选你干嘛？我选你干嘛？对啊，再讲一句更难听的，好啊，来啊，啊，美国做不出晶片，啊，对啊，做不出晶片，所以我们台湾去美国设厂，啊，可是台湾做不出爱国者飞弹，那美国要不要来台湾设厂？奇怪了，因为没有这正确理论，没有，然后你又来台湾设厂吗？那跟我们太小、哦，对啊，我们台湾最有爱国者飞弹保护台湾呢、啊，啊，我做不出来，啊，你们为什么没爱国者飞弹不来台湾做？那不搞定呢、啊？嗯哼，猪头，好赚我们钱，赚我们自己的钱，对，这比较重要。其实昨天、哦欸、真的这绿油油好可怕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其实哈、哦，昨没有，因为我都不，我等于说了，我心中有一个 idea。嗯哼，我不认为哈，我不认为，不管包括费半指数，对，不管包括所谓的 NVIDIA 会跌破多少价，可是问题，我是认为大家都很辛苦的赚钱过程当中，你晚上真的不要乱做了，因为来再变哦，你前天哈、哦，你先看到外资期货空单大增，结果呢，你。从 PM 盘一路昨天被嘎到 AM 盘，嘎到最高、欸、你受不了，你已经停损掉了、嗯。那同样，昨天你看到外资空单回补，台积电大买、嗯，你想说哦，干透懂啊，美国要喷啊？没有，我也认为美国要喷啊。来，前天的菲尔大盘 index 是这样子收，这样子收 T 字线、嗯。我也认为修正结束，它要上去了。我也认为。NVIDIA 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也认为 NVIDIA 要再一次过空方报价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昨天我买广达，所以说我先把逻辑讲清楚哦、啊，我等于说我每天我心中都会有一个图，对，我认为菲德大非常应在这样子之后来，今天早上起床应该是一根红 K 棒，是预设的走势图了，应该说要这样子，对，可是啊破了，可是啊，可是啊晚上啊人家干嘛？对啊，破了。晚上他就一直空啊，干好坏哦、啊啊，哦，心狠手辣，晚上一直空哎、欸，空到爆炸，不是、啊、你不要乱做啦。反正、哦、每次过年前哦，所有投顾老师说的骗术全部出来。哎呀，你们要欠，你们需要带父母去国外旅游啦，然后呢，你们需要钱啦，赶快把台股当提款机啊。对，然后到这边提款啦，那定存利率才1.5%啦。你不要乱做好不好？那我也拜托投顾老师，你们不要乱分析好不好？昨天台北股市大涨，我跟你预告是汤宝，我可没有跟你讲要喷呐、啊，没有，只是我心中我有这个答案，我想说，费半指数这样应该要这样，应该要这样，应该这样。可是问题，当我看到了 PM 盘之后，就不用搞了嘛，对，就不用搞了嘛，真的。所以说，真的拜托大家去下载软体，没有 PM 盘这样子啊，结果 AM 盘呢 ？AM 盘做多啊，这样100点啊，好啊，盘先把讲，然后盘来先。哇，今天外资蛮狠的哦，空了6107口，所以说目前净空单20000口了，应该是对差不多，应该是蛮久以来没有了。我是不管这种东西，啊，这部位很高哎、欸。好，我再讲一件事情哦，来，今天哦，应该说多头跟空头哦，各做对跟各做错一件事情。就空头的角度哈、哦，它今天 OTC 指数要再破这个数字很简单，可是它这样让它收脚了，没破了。有点蛮笨的、哦、好，我先讲结论哦。我们来玩哦。我请问各位哈、哦，老师，我不做期货，你容我讲完之后，所有答案都出来了。嗯、明天 OTC 指数它的压力在232.9，你麻烦你帮我抄一下哦、嗯。老师，我不做指数，我不看指数。对，所以说你现在在看我节目。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。明天哈、哦。OTC 指数只要冲到这个数字，你绝对不能买股票。我讲的很慢哦，因为明天如果我现在讲最好的状况，好、哦，最好状况开个平盘嘛、我先往上急拉，我开完盘往上急拉，那叫做白做工。因为收盘的时候又会回到原来的起涨点。懂。我讲的很慢哦，我可没有在跟你结巴哦。第二件事情哈、哦。基本上 OTC 指数没有，我让你了解，你上完我的课，你会学到什么？来，再变哦。费半指数它今天会碰到，可是收不上去，可不收不上去，就是因为收不上去，小红小黑，导致于明天 OTC 指数逮到机会它会攻，可是攻那叫做徒劳无功，不干嘛，安在，
超屌的。真的赶快按赞、欸、真的我没看过这种节目，按赞你就可以再回头再看好几遍。没有啦，因为像有时候像我的会员说、嗯欸、某个老师的节目蛮有趣的，然后我就大概看一下，我大概看五分钟就想看，因为要浪费生命、嗯、要有预测的能力跟模式、嗯、就好像来哦，讲完了讲完了、嗯嗯嗯、来我们 先来处理航运类股。对啊，航运类股啊还啊啊零零五零我还没进场，零零五零还没进场，你、嗯、因为我还在想一下零零五零有一个更好的点，因为我要确定说，因为零零五零它是一个蛮诱人的东西啊，反正它保证金只要六万块嘛，啊六万块的话呢我们翻了两倍很正常啊，你赚十二万很正常，就是买最低嘛，你要没有零零五零没有不是再变哦，现在有投资朋友呢他真的要做零零五零，可是进来之后他变得很急。你为什么零零五零要急啦？嗯，再倒回零零五零，倒回零零五零，不是你为什么？不是你们问为什么零零五零要急？你不要急啦，零零五零，你记不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跟大家预告133.4，那是往下急杀，你不敢买啊，嗯，你不敢买啊，你买在133.6，我买133.6，中间是有差，哎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赚一万块，哎，一万块，哎，不到20小时我赚一万块，六万块保证金我帮你赚一万块，哎。哎，赚的快多少？12%了嘛？好，所以说零零五零的部分，我还在等一个点，来到这一个点，它又牵涉到几个很简单的条件。第一个，我问你哈，费半指数难道不能变成 OTC 的跟随者吗？哦，要想一下，这是有点稍微怎么可能？应该怕，嗯，怕。怕费半指数变成 OTC 指数的跟随者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道琼每天创新高，对，然后费半在跌，然后费半的走势就变成三个C原像一样，每天黑 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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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高走低，开低走低，就是黑 K， 好，然后也不会跌，然后变成积乐盘，好，积乐盘。那大家积乐盘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之前叫你大家看看节目看一遍的逻辑在这里，等于说呢，你要懂得资金的转换，还有资金的夜水 SOP。可是问题呢，当你踩到标股的时候，我说过了。我们可以很嚣张，哎呀，赶快入会哦，入会哦，不入会你会变举弱男哦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需要这样子吗？哎，我们现在是2:22呢，对，每天能跟你讲未来的老师你找不到了，来来来，这个不讲了，所以我们叫未来事件部，对对，真的找不到了。然后2376的技嘉期货我们也赚了一倍，然后之后跟大家预告2603的长荣，它的本益比就4.9倍，对，只有长荣每天涨。每天涨，那今天还在创新高，然后2609的一个水阳明，阳明是比较可惜，因为阳明我们是做期，那昨天被拖去结算了，对，拖去结算，只有今天少了一只的一个水涨停板，所以阳荣期，阳明跟长荣我们也获利高达将近有一倍，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，来来来来来，然后包括宏基啊，好，宏基全部讲完，全部讲完，来一起讲完，来，这是昨天的节目，没有，基本上为什么？航运类股来到这个节骨眼，我踩了一次之后，我就开始小心。我跟大家报告，今天 OTC。对，可是问题。